今日网上流传，旺角街头有一个女人买身葬裤，向途人索价300,000。我哋记者今日晚上到亚皆老街附近了解，发现呢一个长发及肩、着碎花长裙嘅女人，仍然喺亚皆老街。佢旁边就放有一块写住认祖归宗、家财万贯、迎鬼归西、人去楼空、买身葬裤嘅纸牌。佢不时挥动手中嘅名牌手袋，但就语无伦次，普通话、英文、韩文都曾经讲过。据现场嘅商铺同埋街坊指，那个女人已经喺嗰度流连咗一整日。有人更加指，朝早7:00已经见到佢，而附近嘅商铺都冇将佢赶走。去到晚上差唔多8:00，有在场嘅围观市民认为佢扰民，报警求助。那个女人知道有人报警，即刻执埋啲嘢离开。佢行经街头表演者嗰阵，忽然喺度跳舞，之后放低咗铲子，就往弥敦道同埋山东街嘅方向离开。